即将走上考场的年轻朋友们，首先想对你们说的就是，别紧张，没事的。我想你们早就知道了老师和家长说的，考上大学就会好了。这是一句美好的谎言，这就好像你要参加选秀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你会努力尝试得到最佳新秀，入选全明星，最佳阵容，率领你的球队冲击总冠军，对抗种种困难。但我也知道，这场考试真的挺重要的。你们要做的就是完全相信自己。你们看篮球一定看过太多了，对吧？系列赛可以1-3完成逆转，黑八可以杀进总决赛，二轮秀也可以成为 MVP， 35秒可以得13分，0.几秒都可以完成绝杀。不管结果如何，这场考试之后，放肆的去享受毫无顾忌的假期吧。别忘了你们才17-18岁啊，状元只有一个，可人生是否成功，却从来不在乎你是第几顺位。